到人说心里的寂寞，找不到人的怕黑的折磨，找不到命中注定在一起的你。一个人过生活，爱只有简单笔画，却比想象复杂，和爱的爱变化。我爱过几个人，风都姐，我爱过几遍，快放手，不然你还会跟我一起死在这里。快放手，告诉我一起死。是不可数的梦，为何我还相信他不是不心上。不要，我要等到了。你知道你的伤？我没事啊。你伤了这样还说没事？不要管我，不要管我。二小姐，你刚刚那个女凶手把我们家阿海了，而人呢？他在手术室。在手术室里？他怎么了？他头被打破，现在正在急救。只要你一见到你他就倒霉，你说你问我怎么还能帮我陈强，这里是医院几点，你要我怎么冷静啊？陈宝珠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家阿海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也不要想活了。你陈小姐的身上有多处伤势，除了手腕处的严重擦伤以及多处遭受殴打的瘀伤外，右手更因为外在拉力而几乎脱臼，要是一般人应该早就痛得受不了了，这不明白她怎么能撑住了。医生，这多麻烦你，谢谢。宝珠怎么会伤这么严重？他是为了救薛海才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，但要不是宝珠，薛海现在可能已经不在了。最近发生什么事？没想到薛海不但失去了记忆，还以为自己是林达浪，怪不得他穿成这个样子，还留了以前的发型。这个陈宝珠真是个扫把星，我们家阿海只要一碰到他就碰到一些倒霉的事情。我真不知道我们家薛海前辈子欠了他什么。大姐，不要再说了。不是我要。你醒了，快快叫医生，叫医生。没事。等一下，你记得大姐，那我们呢？你记得我们是谁吗？你是二姐，她是墨迹啊。那你记不记得你自己是谁？我薛海啊。二姐，你别问我那些奇怪的问题好不好？好好好，我不问。看来好像回不去了。这里是哪里啊？电台失火，
然后我就晕倒了。电台失火？对啊，电台不是失火吗？怎么会这样？看来他对火灾之后发生的事情都不清楚。哎，既然这样，陈宝珠的病房就在附近，要不要让薛海去看看他？你这什么话？大姐，我知道你不喜欢陈宝珠，可是他毕竟是薛海救命恩人，而且让薛海去看看他，或许对记忆也有帮助啊。好吧。你醒了，我要去找他。医生说你身体还没有复原，现在不能下床。可是我很担心他。他现在还没有醒过来，你担心也没用，我们只能等。学长，大浪晕过去之前，他要叫我保住姐，他一定是恢复记忆了。他醒过来就知道了。你现在乖乖的吃点东西，赶快恢复体力。你想让达浪看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住姐吗？我刚刚约过了。我马上就要去英国了，也没有办法像现在这样陪你。要是你不健健康康的，以后怎么放下心？朱姐跟何迎峰这么亲密，他们两个应该就快要出国了吧？果然能够给宝珠姐幸福的，就只有何迎峰。达浪，茉莉，她是不是恢复记忆了？你怎么知道？在昏迷之前，你叫我保住姐，所以你全都记起来了。我都记起来了，我记得大姐、二姐、茉莉，还有你何英峰。记起来了，我记得大姐、二姐、茉莉，还有你何英峰。可是你是谁啊？怪了，病人的检查报告一切正常，照理说应该不会发生这种情况才对。奇怪了，可是为什么阿海谁都记得，就是忘了陈宝珠呢？
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状况，我们会持续观察。忘了也好，省得麻烦。学长，我不是说我自己出院就可以了吗？我不放心你啊，而且我还带人来看你。他每次想来看你，就觉得不好意思。宝珠姐，对不起。为什么要道歉啊？上次我不是故意要骂你的，我好不容易看到你和燕峰哥在一起，结果那个香菇头又出来搞破坏，所以我才会生气嘛。宝珠姐，你不要生我姐的气好不好？因为我姐和我一直都把你和燕峰哥当成自己的爸爸妈妈，所以她才让你们生气。对啊，米娅的个性就是火爆了点，这点我非常能感同身受，所以你就原谅他嘛。哎、欸，什么叫感同身受啊？你说清楚啊你！我可以体会你的感受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不会生你的气啊。我就知道宝珠姐最好了。哎、欸，对了，宝珠姐，我听严峰哥说，那个香菇头记得全部的人，可是却不记得你。是啊，可是怎么检查也检查不出原因。